哎，诸位大家平安。啊，咱讲彼此的关系，啊，彼此的关系，讲爱彼此接纳、彼此包容、彼此认错、彼此鼓励、啊，彼此扶持，这拢是好的，咱爱做的代志。今日要讲一个唔好的，就是唔好彼此论断。这个唔好论断，是唔是什么拢卖讲？个人家己决定就好，有个人解释做安尼，总是我的感觉唔是安尼，唔是安尼，安尼是要安怎好咧？啊，莫甲对方饲甲走无路安尼吼。这人唔知恁捌哩无？这个是一个戏剧的演员，叫做 Steve Martin。Steve Martin 捌讲一句话，伊讲 ：Before you criticize a man, walk a mile in his shoes.Before you criticize a man, walk a mile in his shoes. 你要批评一个人以前，先穿伊的鞋，行一里。好，要甲你问，伊的理由是安怎？是安尼讲这句话？来，西班先讲，现在答案拢无要紧。动力心啊，这不是喜剧演员的答案。后来，这是正常的答案，因为伊是喜剧的演员，所以伊的答案一定是无正常的。安尼你。安了解无？一定是足奇怪。后来恁为奇怪的方向来想吼，是安那伊会讲这句话？你要批评一个人以前穿伊的鞋行一里，理由是安那？什么奇怪拢会使？即马会众开放会使讲，啊，你嘛会使讲吼。来，什么人要讲？我要邀看卖举手，有奖品吼，真正哦。来，什么理由？知影伊偌痛，安尼迄嘛是同理心吼。伊足奇怪，这个人足奇怪，你都愈想愈怪就对了吼。啊，看会跋倒未？安尼嘛是动力心。哦，讲有阿都惊一日有来再批评，安尼已经小寡对，总是唔是？这是讲吼，你讲批评真危险的意思，安尼吼。好来。啊？哦，别人会当批评伊，哦，佫唔是安尼，比迄佫较危险。是安尼都爱惊一日啦。哦，迄嘛是动力心哦，其他都爱惊一日，知无？较袂妨拍嘛，你知意思无？哎呀，你离他至少一厘嘛，这个叫做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嘛，吼。伊要甲你拍伊，还是走一日嘞？要个第二个理由，哦，伊讲两个理由，伊讲在惊一日，其他便宜下嘞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还在搞。伊无鞋才一半尔咧，啊！你搁赚到一双鞋咧？啊！若要开始，伊要甲你撩你走，你穿伊鞋咧走，伊烫下脚，伊就走袂甲你遐紧啊吼！哦，啊，这意思真趣味吼。咱今日要讲，毋是安尼啦吼，因为这是喜剧演员嘛吼。伊讲吼，至少你离开你，啊，上无你嘛赚一双鞋吼。啊，要走起来，你有伊个鞋嘛，走较紧，伊烫下脚，伊可能就无一定撩你会着。换句话讲，就是讲讲批评真危险啦。哦，人会无欢喜嘛？什么人欢喜？人甲你批评呢？吼、哦，防批评的是，你着爱注意你家己的安全，敢是安尼？啊，所以为着安尼，着拢卖讲上好。耶稣敢讲这个意思，保罗敢讲这个意思。咱今日圣经真短，啊，不过爱好好来想吼。今日圣经是讲，唔好彼此论断，宁可定义，忌嘴严，甲兄弟放一个盘卡盘人的米。其实这句话内底。有两字论断，总是中文改翻做无同字，所以你看袂出来。你若读希腊文，这字甲这字是同一字，所以拢是判断的意思。伊讲唔通判断，宁可判断。所以换句话讲，圣经教咱得爱判断，唔好判断。所以才有一个矛盾的关系啊，到底迄是虾米意思？咱定了讲唔好判断，啊，都好歹个人家己想就好，这是一种讲法。另外一种讲，我讲的就对，啊，这是两种无同款的极端。圣经讲的是中，啊，迄就无好做。咱要做下来看吼，这个论断，甲这个定义，伫希腊文是共一字，迄个字叫做 krino。krino 伊的意思无好无歹，伊的意思足简单，就是甲红的囥做伙，
把立的放做伙，安尼哪定？就是分开哪定。所以伊本来意思是 separate， 分别。人讲区分，你爱知影，这个是红色的，这个是绿色的。比如讲，红色的萝卜，你就把放去红色的放做伙；绿色的面头啊，你就把放去绿色的这个头啊家。你用一个蓝色的物件，改分开。论断本身无好歹，无对唔对？论断不过是把红的放做红的，把绿的放做绿的，做这个区分啊，定啊，这是人一定爱做，人一定会做。总是有两种，一种是上帝讲唔好做，一种讲得爱做。宁可定义就是讲你一定爱做，爱做这个分的代志，你袂使无分的吼，一定爱做一个决定。这叫做应该做的区分 ，commanded criminal。一个讲你唔好做，你爱做唔袂使，唔通论断，唔好做的区分。所以换句话讲，圣经内面有讲到两种，是你安那去区分是应该做的，你安那去区分是无应该做的。咱会当会安尼分别，安尼今日来礼拜都有意思吼。咱学晓这两个差别是伫倒，关系咱得爱做的这个区分，是理解有关的，叫做安那 criminal。安那 criminal 的意思就是分析 discern， 你爱看会出。才有两色啊，对不？你爱讲哦，这个是红色的，这个是绿色的，你爱会晓分。你若色盲，你根本就无法度。哦，我拢唔知，拢感觉唔是个。有一色红的，有一色绿的，至少你爱会晓分。这个物件是属这色啊，这色。这款的过程是上帝发咱的理性，你一定爱做的。这叫做考察吼，你爱去了解，爱去分析。圣经的根据《使徒行传》17:11。这个所在的人，就是比利亚的人，比帖撒罗尼迦的人较巧，因为他们每天就去了解研究圣经，要知道是怎样。所以这个研究了解的动作是我们要做的，这是第一个 criminal 要做的，就是要去好好去了解到底那是什么。第二，你了解了后，你要做决定，到底你是要红的还是要绿的，你要做一个选择，做一个决定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、哦、你不可能说都好。那讲你刚才当食一个，你是要食红色的胡萝卜，还是要食绿色的？你要做这个决定，这是 diacrino。diacrino 就是分了后，你做一个选择，你要 decide， 你要决定。这圣经讲分辨吼，这一个气象局吼，啊，看到一挂云的时，伊就爱决定，一定爱伫啊网络，还是哪里哦？爱甲咱讲讲啊，远远的所在才有一个机器啊，啊，这个方向来讲啊，才有偌久会到台湾？伊一定爱讲，伊袂使讲啊！我着看红啦，啊我唔知吼、哦，一定爱讲清楚。伊讲你爱讲，总是讲唔对就红骂对不？吼、哦，你讲会来台湾，结果无来嘛红骂；讲未来来嘛红骂吼。都、哦、是你袂使我唔讲，因为你的头脑就是爱讲。所以咱唔是讲讲哦，我来了解了解了，你爱做一个决定。这两个拢爱做，这款的动作是上帝给咱有良心、有理性。你拄到代志的时，你一定会做。你袂使讲我无爱做，我唔知影，袂使。这是一定爱做的，这是咱一定爱做的。做这款的人叫做分辨者。这是圣经讲，圣经是帮助咱做这个、叫做 criticals。我们记得咱会记吼，这叫 discerner。这个欢喜用上帝和咱的良心、甲咱的理性来了解代志的是非善恶，然后做决定选择的，这个是一个 discerner， 是一个 criticals。这个是咱爱做的代志，吼，这叫做定义。咱就要了解讲，互人跋倒是唔好诶。咱就要决定讲，咱唔好互人跋倒。即未使讲，拢不要紧。你爱做一个决定，未使无决定吼、哦。上帝都是活泼有功效，比两刃诶剑搁较紧。魂甲灵会分开，骨质甲骨髓会分开。你知影骨髓是伫骨诶内底，足清楚。这是骨，这是骨髓，即、这个爱分开清楚，未使讲啊淡淡诶，迄拢不要紧，毋是安尼吼。咱的人，咱的内心，上帝话会甲你分别，会刺激破开，会分开。这个分开者，就是这就是一个自身的吼。上帝话帮助咱来分别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唔好，这是咱爱做的代志。啊，唔好做的代志是虾米？唔好做的代志，就是这个 criminal 的另外一字叫做 crisis。crisis 是咱今日讲的 crisis 吼，危机啦。啊，事实伊的意思，唔是咱今日讲的危机。那就是啥判审判，就是法院即马咧个阿扁啊做嘅代志，就是安尼吼。伊咧做审判嘅工作，就是讲对唔对，应该安怎？啊，是安那无做这個，因为即个代志真危险。即、這个是干那上帝才有法度做，
最后的审判，上帝咱讲的婴儿话拢爱吐出来。这个审判是 crisis， 意思是讲法官若讲安尼，啊，就是安尼。咱的法律的系统是讲初审，法官若讲安尼，无一定安尼，因为检察官甲被告拢会当啥上诉，对不？就是今日第一审判了有问题，有遭抓，所以就搁再审。高等法院搁再审了后，要会使啦，会使上诉，敢毋是？无管检察官甲被告拢会当去上诉。即马过来，即个叫做啥？最高法院，即个叫做啥？最后的决定，你知意思无？最高法院若讲安尼，后壁无啊，你袂使直直上诉啊。即个叫做 final， 这就是即个 crisis， 你知意思无？就是讲到这停啊，后壁无啊，这是最后的决定，这是 crisis。做即个人叫做 critics， 迄个敢若上帝，我同安尼做 arbiter， 一裁决落去，啊，就是结束。这是最后的结论，结论者，终结者，这是判官吼，要清楚，干那上帝审判证人的上帝，伊是一个 critics 无好做，因为 critics 得爱了解所有的有关的细节 ，critics 咧判断的是伊的心内都爱绝对的公道，这两个啥困难，无偏一边，无未审先判。无，要无看家己内底已经有决定，安尼你已经是失去公道。第二，你无资料收一半，你就决定，安尼你是判断的品质无好。这两个是咱人的困扰，咱无法度了解所有的情形。咱要判断，我讲徛伫绝对之中，咱有困难。所以圣经人讲，唔好做这个角色，因为这个角色是上帝在当做，总是有的人就是想要做这个角色。特别处理那囡仔咧冤家到尾啊，老爸讲，恁爸讲就煞，安尼对无？迄个恁爸就是讲，我就是判官，我讲了后壁免阁讲啊，结论啊。啊，咱的国家有代志的时，有人扮演迄个角色，迄个人就真为难，你知意思无？咱这你要讲司法公正啊，就是讲，你若要扮演迄个角色，你就要了解所有有利不利的证据，你就要徛伫绝对公道，你才做判断。啊！耶稣甲人讲，除非你是读法律系去做法官吼，无你卖做这个角色，你知影无？这个论断的角色就是做这个 critics。啊，你若唔是个硬要做，迄叫做 hypocrites。hypocrites 反正英文叫做 hypocrite， 叫做假身。哦，你都无迄个材料，啊，就安尼吼去食提芒素啦，你知无吼？啊，系呢系呢，是讲你是身唔无来假身啦吼。假身主要是讲你家己甲对方拢同款，你搁咧讲对方唔对，迄叫做假身啦。你无看你家己，人讲台湾人讲生目睭看别人对不？哦，咱的目睭甲迄个毛蟹也无同。你知毛蟹的目睭吼，有一支手会当伸出来，敢毋是？毛蟹的目睭啊，伸出来爱当安尼坐过来看家己对不？咱的目睭就无法度啊，咱的目睭就是安尼啊，就是看别人啊。所以咱这个缺点你就无法度，你就困难。所以家己安尼做，搁你讲别人安尼做，迄叫做假身。迄个啥？想要扮演上帝角色，总是你就无才调嘛，啊叫虎扑。哦，你是比较较低落啦吼，啊，硬要做 critics， 耶稣是讲咱唔好做这个啦，唔好做 football critics， 那用这个角度来咧判别人的，迄叫做论断。保罗讲唔通做这个代志哦，伪善、假冒伪善的人。等下我来解释这句吼，这句就是耶稣咧讲唔好论断的后壁，伊讲是唔好亲像这款的判断，唔是唔好做这个应该做的这个，所以咱爱做 critics。唔好做 football critics， 哦，安尼了解无？应该做诶区分，就是考察圣经，分析是非，辨明过程。我要强调是，这是一个过程。因为咱无最后诶了解，咱无完全诶了解，咱敢会当讲，根据我到目前为止所有了解，根据我心内良心，我认为这个代志是安尼，咱会使安尼讲，咱嘛爱安尼讲，咱一定爱做咱诶决定，因为这个决定是一个。英语叫做 tentative， 暂时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尽良心讲，照我所了解的情况，我认为是安尼是这个对，这个唔对。你袂使我唔做，你一定爱做这个。这个是属于这个 critical course 伊咧做的。这是一个决定，代表讲这个唔是最后的。那阵有一天阁有新的资料出来的时，可能我就爱修改我这个决定。足侪美国红判死刑的人，到尾啊因为 DNA 强判无罪，有无？关几啊十年，关到七八十岁啊，是安那？因为迄阵啊无 DNA 这个技术嘛，
所以法官根据迄阵就判讲，伊是伊太人有问题。到尾啊 DNA 出来，根本都甲伊无关系，伊是去用冤枉的，你都要放伊出去啊。所以有人反对死刑，就咧惊这个。因為法官一个判了后，后摆发现讲，佫有新的事情出来，发现唔是的是，已经叫伊太死啊。无法度甲回事咧，也无法度赔伊，已经死起来要安那。啊，这就是讲要做法官的困难就伫遮，你敢有影所有你会当摕到的物件，你拢有摕到。那无的是，你做这个角色有迄个危险性，哦，有迄个无适当的所在，哦。这是讲应该做安尼做，啊，若无应该做的，就是终极的审判，绝对的正确，这个代志哪会当咱留予上帝做？所谓论断，就是想要扮演上帝的角色来做这个终极的审判。耶稣的教示，这句话俗常予人滥用，就是唔好论断人，免得予人论断。恁怎样论断人，要安怎予论断？恁用虾米牛气牛予人，也免安尼牛予恁。为虾米看见兄弟目睭有刺，却唔想家己目睭有牛目嘅？你目睭有刺，凯特会当甲你嘅兄弟讲，用阮我去掉你眼中嘅刺。假冒为善嘅人，先去掉家己眼中嘅牛目，然后看清楚，再去掉兄弟嘅刺。你注意看后壁，这些所讲嘅，拢是咱得爱安那去论断人，唔是讲唔好论断人，安尼讲对无？那是耶稣讲唔好论断，后壁拢免讲，后壁加讲嘅。伊讲，你若要论断人，你就要设计你用什么去讲论断，因为这个标准将来会用来论断你。你就要设计，你看到别人有唔对，要讲伊唔对的是，你先家己敢还有同款的唔对，那无你就是假身。所以耶稣讲的是，唔好用假身的角度来批评人，唔是讲唔好批评人。伊后壁规个咧讲的拢是安那批评人，你批评人的是爱安那批评，你爱欢喜接受人的批评，欢喜接受人的指正，然后你了解所有的真相了后，你再去帮衬。你要批评迄个人，所以整个的规段圣经绝对袂使用唔好论断人来做解说，因为你看后壁拢是讲你得爱安怎去做这个代志。好，这句我感觉唔好论断人，免得互人论断。这句是上足常，包括无洗礼、无信上帝的人，拢会晓背这句吼。伫后现代的时代，上够常用的一句话，讲不要论断人，免得诶耶稣讲的。所以我古话讲就是讲，你拢免讲就是啦。啊，这有两个滥用，第一个滥用就conundrum of judging的 judging 哈。啊，这个 conundrum 我不要讲，就是讲论断者的难题哈。当一个人咧讲别人啊，你讲啊，你唔好讲人啦吼。啊，这句就你咧讲伊，安尼讲对无？所以当你咧嘴讲唔好讲人，你就是咧讲人啊嘛。所以大概讲这句就是咧骂家己，安尼对无？你说不要论断人，这句话本身就是在论断那个论断人的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是第一个困难哦。所以这句话无遐好讲，咱常常爱讲，你知道你当你讲的是你已经在批评那个批评人的，你要讲唔好论断人哦。哦，这句是不是你的论断？哦，这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伊不是论断嘛，伊在论断你。你讲讲你唔好论断，就是讲你唔听人的话嘛。哦，你用这个做借口，把它包起来，我好歹你拢免讲，那是我的代志。哦，安尼失去你改善。诶，机会，这叫做借口吼。Excuse to avoid constructive， 有人甲你讲一下对你好，你若好好听，你会进步。你用这句，人家讲你用这句甲杀出去的是，等于所有的改善的可能拢去互你注销去啊。所以这个是 abuse 吼，甲这个绝对话是唔对，因为后壁耶稣规个咧讲，拢讲你若要论断，你就要安那论断才对。耶稣讲要安那论断，而且这是保罗讲吼，讲教会内底那阵有问题是，敢真正大家拢。无找无个一个通来做决定吧？干嘛呢？所以表示讲需要，有当啊，咱需要做这个代，做这个角色。第二，你安那让予人，将来安那让予你，这是上帝一种足奇怪的公道，就是讲照你的标准处理你。所以咱来咧开始讲别人安那的是你来设立你的标准是毋是伤严？那伤严，将来上帝无照什么人，上帝照你今仔咧处理别人的标准，将来伊安尼处理你吼。你若讲这个人做唔对，袂当下面，将来上帝讲，那安尼你若做唔对嘛，袂当下面，讲照样吼，照你的样宽待你。所以这个咱来记吼，咱家己咧决定将来你要有上帝审判的时，用的法律是偌严，是你今仔咧讲别人的时，你偌严吼。第三，
当你看见别人有问题的时候，唔忘你会记哩，你是不是有同款的问题？反求诸己哈，这点你一定爱做，唔好干那看别人哈，爱察验家己，看家己是不是有甲对方完全同款的问题，那有你家己爱处理啊。哦，阮咧做精神分析的时候，阮家己都要去用分析。欢喜接受人分析，你才有法度去分析别人。因为若无你有一寡盲点，你有一寡问题，正做你帮助别人的读解吼。这个是咱一定爱欢喜做。唔然呢，你问家己了后，你若发现你有问题的时，你敢肯接受别人的帮忙？这句足趣味。先去掉目睭内的耳仔擦吼。请问台大眼科主任敢有摘掉替家己的目睭开刀？伊是眼科主任，上敖的目睭上敖做的，总是伊目睭有一粒草啊油，有一块沙啊底啊，伊家己讲我都我好，我提镜来，我家己安尼，无可能，无可能。所以耶稣咧讲，讲先去掉，就是讲先被去掉，安尼讲对无？因为咱无法度嘛，你家己的目睭你哪有法度去甲用咧？所以你就爱，你要讲讲啊，你目睭唔好的时，你家讲啊，你的目睭肯红蒙无？你肯接受人的指正无？即个若肯，你来讲别人安尼就对啊。迄就变作大家互相帮忙，敢毋是？所以这足重要哦。伊讲，你爱先去掉，应该是防去掉，欢喜接受别人的指正吼。我想大鼻王上古锥就是遮，伊毋是无做毋对，伊肯接受别人的指正。等那单伊是王呢，那那个讲就是你大鼻公司，他肯接受指正，这足重要。你要讲别人安那的事，你敢防会讲你？最后一个更加重要，刚刚讲你目睭有一个草啊，安尼有路用，迄粒草嘛要伫遐，你爱安那，你爱温柔啊，把迄个草啊给剃掉，安尼代志才做有了，安尼讲对无？所以困难唔是讲你要甲讲有草啊无草啊，啊讲了要安那，伊讲你安那，爱看清楚哦，你的问题解决啦，然后你爱足注意看，然后安那足细致，甲对方的目睭的草啊剃掉，唔是干那甲伊讲你目睭有刺，安尼无效啊。这个事你要帮忙去处理啊，所以耶稣要求的是唔那论断，比论断更加要求更加高。啊，你会记得哦，你目睭有一粒细粒沙，目睭医生咧该用的是安那，爱足细字，安尼讲对不？因为安那真痛，真痛。目睭是足敏感的所在，安尼轻轻啊，足温柔才有法度该用起来，敢不是？所以咱咧讲别人唔对，爱甲帮忙去解唔对，你迄个态度爱有够温柔。啊，若无咧，痛死！咱咧，互人讲唔对是，一般咱拢足痛，咱拢无爱。所以咧，人讲的迄、那个，你的态度，还是讲要帮忙去改正的迄个方法，爱有够温柔，有够细致，才袂造成二次伤害吼，无必要的伤害。所以耶稣直接咧讲，袂使解释讲啊，好歹拢卖讲啦，反正个人一人一人待吼，唔是安尼。后壁伊用这么直接咧讲，若要讲的是，你就要注意你的标准是啥物，你就要注意你家己有问题无？你敢欢喜接受别人的指正？然后你就要足温柔帮忙伊把这个问题处理掉，安尼才是真正帮忙人。好，那准是安尼，这个唔通论断人，那么别人要安怎麼去做才对咧？啊，再我介绍一个十七世纪的一个德国的神学家，叫做约翰阿布雷门格，1687-1752吼。迄个时阵吼，啊，因的学者拢用列丁文。啊！伊咧注解用列丁文写这个圣经的注解，就是咧注解马太第七章第一节，唔好论断。伊的注解是安尼，希腊文是 macrinete， 列丁文是 nolite judicare， 英文是 no judgment。啊！伊会写四字列丁文来注解这字，耶稣的意思唔是唔好论断，是讲你若无安怎唔好论断。伊安那讲，伊讲 nolite judicare sine sentia amore necessitate 哈。啊，四字字尔，啊，四字字，那个翻作英文，你就知影吼。No judgment without knowledge, love, and necessity。所以有三步政策吼。伊讲你要讲话以前，你爱先问看，你对代志有了解无？你对你要批评的人有听心无？这样代志敢是需要论断的？那不是需要，那无了解，那无听心，你点点，因为你做是伤害尔，对对方无帮忙。用中文来甲讲，无了解、无听心、无必要的事，咱卖批评啦，卖批评吼。我用我搁较进一步来解释吼，唔好草率就凊彩断断的吼，安尼伤害足大啦吼。因为你无了解全部，
干那看一个啊皮毛吼，看一个表面啊，就要做决定啊，这个决定唔对的机会介大。现在阿扁来按检察官、法官都遐尼久，要唔敢开心判定，因就是咧找所有的证据，安尼讲对无？照讲是对阿扁来有利甲不利的证据拢爱找出来。然后法官才有法度做正确的决定，那无你甲判有罪判无罪，拢是乱判。咱上气的是乱判尔，唔是讲爱判无罪，还是爱判有罪？伊法法院的目的，就是爱做正确的判断，互咱大家了解到底是安怎。所以这个按外貌的断是非，这是足鲁迅吼。现在提一寡物件，啊，都要甲判。咱听讲未审先判，你知影迄个意思无？对无，你所有资料无摕到，啊，你就咧做结论，迄些什么结论嘛？啊，佮另外佮一个，你毋若摕到所有资料，这个方被告的人，伊爱有权利讲伊的角度的话。伊是方掠讲有侪人，伊无讲伊有内底有足个理由、足个苦衷，你拢毋好讲，啊，就要甲判，安这嘛无公道。所以佮另外一个就是讲，无听伊讲话讲煞，啊，你就要判断吼，安尼这是戆啊，佮见笑的代志吼。所以真正正确的判断，你就要有够额的了解，了解整个处境，佮了解你要判断迄个人的心境，啊，这是真困难的代志。所以唔是讲唔好判断，是讲你要有够额的了解，然后你的判断对的机会会较大，唔是讲绝对对啦，袂讲唔对的机会遐尼大啦。第一个是要注意，第二唔好尊心不良吼，判断的目的。是要把这个代志讲清楚，唔望对方会当改善，这是尊心良的目的。那是讲目的是要让伊走投无路，要让伊真歹看，安尼迄是不良吼。啊，是讲对对方开始就认为讲你绝对是要做歹，啊，这就是啥？对对方的心内动机啥？做不良的判断，这个是唔好。你知影台北人的时代有一个阿文人叫做哈文，因老爸破病，台北人就派一挂人，啊，就买一挂捧果去甲看病。你在下骹遮个大神安怎讲？啊，就是做不良的判断，你知无？讲哎呦，你想讲哦，对方哦真尊敬恁爸是无？无啦，是要来偷看恁有啥物虚心哦，要甲恁拍啦。啊，结果引起两个国家大战争。代表一个好意的动作，因为去予对方的大神哦做即款不良的判断，因为开始就是怀疑代表的不安好心啦，所以引起足大的艰难，这是一个。这个动机无好吼，因为猜对方先解讲伊是唔对，安尼来判断吼。啊，个人话一个，你讲判断的时候，一点啊自卑都无吼，那种赶尽杀绝的做法吼，这个是无好。因为你无自卑，将来上帝要甲你判断的时候，你完啦未得到伊的自卑。一个人做唔对，伊需要公义，总是搁较需要伫公义的时候有一款自卑的态度、怜悯的态度，这是一个良的态度吼，有疼心。最后一个我要讲的，就是讲无必要。世间的代志，唔是虾米代志拢是是非啦。有一挂叫做非是非的，知无？有一挂根本甲是非无关的，你一定要讲是非，啊，这叫做过度的使用你的判断哦。这叫做无限上纲啦。无论拄到啥，啊，都要讲得对唔对？无啦，有足多代志根本唔是安尼。比如讲，食一块肉到底是对唔对吼？这引起罗马教会哦，冤到要死。所以保罗用足侪篇幅咧讨论讲，到底食的人唔好看轻唔食，唔食唔好论断食，咧论断哦。到底拜拜过伊肉食唔食，食的讲唔食的唔对，唔食的讲食的唔对，上帝讲两个拢对，安尼知无？上帝讲伊讲，哎，上帝已经收纳他，上帝都接纳袂得，即个他代表食嘛，代表唔食，安尼讲对无？你上帝讲啊，迄无要紧啦，爱食就食，唔食卖食吼，甲恁爸都无第一些代志啊。啊！咱就怎么变个？迄袂使食，迄爱食。哇！我变个安尼大粒干、细粒干、颔棍接大粒吼。我讲迄都无熟悉，无熟悉硬要变，这叫做胡乱用啦。哦，这叫做啥？公义过度啊！这圣经也没有吼。传道书讲不要行义过分吼。你莫想公义绝对就有啊，有一种唔对的公义，就是无关公义，硬要扯上公义吼。这都唔是迄个代志，是大家人的口味，大家人的选择。哦，比如讲，现实是用这款钢琴还是吉他吼？迄我感觉是口味的问题。有的人都哦，一定爱变钢吼，这一定爱这款的钢吼，这是性格的。啊，若其他的乐器吼，到顶的拢袂使吼。哦，啊，上帝讲拢好啦，有声就好啦。哦，圣经无讲的，圣经乐器拢无讲，圣经嘛无讲钢琴。
啊，咱逐摆咧乱，哎，讲都无意思，迄就是叫做胡乱花啦，迄叫无限上纲啦吼。因为你的口味袂合嘛，啊，你就啊，袂使，我用作侪理由吼，我要甲你讲迄故事无，一个教会要拜堂，啊，买到一间足好的厝嘛，就讲啊，咱的囡仔吼落雪袂当，迄个所以爱拍球，所以甲创一个篮球场，互囡仔寒人会当拍球咧。我爱开钱嘛，爱老的讲袂使啊，圣经都无讲篮球场咧，那会使对不？圣经创作开始拢无讲篮球，所以教会袂当用钱，会当去买圣经，会当买，袂当做篮球场啦。我囡仔气到要死，老人都无拍球啊。啊，囡仔去查证讲，啊，我嘛要注意，所有教会便所拢爱关掉，因为啥物袂使？因为圣经未创作伊开始拢无讲到便所，所以教会袂当去便所，哎，老人气到要死，老人爱放尿啊。啊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啊！你讲迄个啥圣经都无讲的代志，啊，都一定要讲对唔对？安那对唔对？吼、哦，迄就是叫做行义过分啦，迄叫无限上纲吼，哎、哦，叫做 necessity。啊，即摆你知影，即个人足巧吼，伊咧讲讲无必要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唔是即类的代志，你唔好勉强提来讨论，安尼足伤人的啦，啊嘛无结论啦。哦，即款代志是拢不要紧的代志，啊，一定要安尼用吼、哦，咱的结论。啊，我阁用一个十七世纪头港世纪的一个。德国罗德会的牧师吼，叫 Peter Maderin 吼，啊，即马留落来，干那一本伊写一本小本册，其他咱拢唔知影伊到底虾米人吼，啊，即句话足侪人甲用，足侪教会甲用做迄个座右铭，啊，做咱的结论，伊原是英文的吼 ，In necessaris unitas, in dubiis libertas, in omnibus caritas 哈，啊，这是拉丁文啦吼，你若要念这代表你是迄当时有读册。啊，那即马就是 unity in necessary things, liberty in doubtful things, love in all things。啊，即句听到足侪人真爱，就是讲，伫基要的代志，咱爱求合一；伫模拟的代志，咱爱互人自由。总是不管虾米代志，咱爱有自卑，爱有贴心，咱阿头来祈祷。因为上帝，你赏赐阮理性、智慧，你赏赐阮良心，所以阮拄到代志的时，阮一定爱用你给阮的理性甲良心来做分析、来了解、来判断。你不爱阮做一个无是非、无判断的人，总是做着时阵，阮滥用你给阮遮的稳定。阮伫遐咧做上帝你要做的角色，阮要最后的判断，阮要做最后的法官，主啊，你帮助阮，让阮伫即个论断的代志顶头会当有正好的学习。阮的了解，阮的谦卑，阮欢喜受别人的指正，阮欢喜大家互相来讨论，阮欢喜。伫重要的代志，大家求合一；伫模棱两可、圣经无边讲的代志，阮用阮达人有伊的自由，总是无管虾米代志，互阮有自卑的心来生宽待。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